来展展览有限公司4月9号到12号晚上9点，在台东县立体育馆带来机油厂商的家具、民床、家电展示会，让乡亲们可以以最优惠的现场价格选购所需要的家庭用品。18年来，每年随着来展到台东展售商品的普瑞斯床垫庄经理，这一次特别为您介绍有保持恒温、降低过敏源、保用10年以上，又有强力护边、平衡棉等设计的水冷胶床垫，还有具有安神定气、调整气血循环、外销日本为主的锗纤维床垫。各位台东的亲朋好友大家好，这是台东年度的一个家具展，我们是来自台南的厂商，我们在台东这边做展示，目前来讲已经迈入第18个年头，几乎每年我们都会到这边来报道，来跟各位台东的乡亲做服务。水冷胶、锗冷胶是目前最时新的一个商品，最时新的商品，目前来讲它有分成一张软一点、一张硬一点的床垫，基本上它是属于一个恒温，大概在26度到28度的一个床垫表面，它不会造成所谓的习惯性侧睡，或者你有所谓的我们在讲的一个背部闷热的一个情况。最重要的一点，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因为它是恒温，你每天在吹冷气的时数可以变减少，现场开价一律都以4折，都以四折价为优先，因为讲实话，在台东这边要找到比较特别的商品，基本上大概就是车子一开，火车一坐就到高雄去，你说有没有买到比较好，有没有买到比较便宜，倒也未必，我们专程去买都不一定会买到比较好或便宜的。我们来这边就是要回馈，这10几年来，各位乡亲对我们普瑞斯床垫的一个爱好，对我们普瑞斯床垫一个支持。尼尔精品家具林小姐则介绍市场上热卖的猫抓皮沙发组与现场的陈家专案。那个台东，各位台东的乡亲，我跟你们介绍这一组推荐款。这一组的话是猫抓皮系列的沙发。那猫抓皮的话是现在市场当中就是沙发里面材质卖的最好的材质，因为它防刮、耐磨、透气、防水。对，那我现场的话来跟你们示范一下它的防刮性跟耐磨系数跟一些它的防水的问题。防刮系数的话，以这个它是非常尖的，大家用过刀叉都会知道它是非常尖锐，它是可以做到完全防刮，有没有？防刮系数很高，它的转速很高。那再来我再示范一个它的防水性，这个是咖啡嘛，对，里面还有一点点，我直接把它倒出来，有没有？那记得就是它的清洁方式很简单，它不需要用清洁剂，只要你肩部有的东西可以直接湿抹布擦掉就可以了，就这样子。那它的透气度也很好。那这组的款式它有做一个功能，就是它的椅子可以往前推，它就会比较躺，甚至我们要这样子的角度睡着都没问题，对，然后再往后推就可以了。对，那它这里的话有一个小小的收纳功能，是浅的一个可以收东西。我们的专案的话，其实就是针对像我刚刚前面有讲，就是我们的新房子也好，或旧翻新的房子，我们从零到有的时候需要规划的所有的家具类的东西，其实就是专案这个部分。对，那专案的话，我们就是这个是叫基本成家专案。那当然，基本成家专案里面的话，它目前是2厅1房。两个厅，第一就是客厅的部分的规划，第二就是餐厅部分的规划，再来就是主卧全室的规划。对，那这三个空间的话，就是以基本专案的话是298起。那起的原因是因为有些人他可能规划不一定是一房，可能你也可以增加成2房3房的一个规划配置，所以它价格上面就是以增加房间数量，我们都会全权到你们家去做丈量，然后规划设计。以现场这边的活动来说的话，一定会有价格上面的优惠，因为以一般我们在门市店面还有我们的网络销售，它的售价当然是比较贵。对，比如说我们店面的话，以排价一般来讲都是打到8折，周年庆可能就会落到7折，
对，那我们在网络上的话，一般来说，因为我们网络买东西是看不到现场的东西，所以是网络订购，所以价格会直接落在7折或6折，也是看活动的时候。那来现场一定就会比六折再更低，才会有这种活动价。所以希望台东各位台东的乡亲，如果有缺家具、有缺室内设计、有缺床垫，都欢迎你们到会场这边来。我们活动就是到礼拜一，对，然后尤其又到晚上，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的在这边逛逛到晚上9点都没问题。对，那以上是我们尼尔家具，我是林小姐，那谢谢你们大家，希望欢迎你们大家来参观，呵呵，谢谢。除此之外，如果家里有成长中的学童，您就有需要到场看看适合学童们的书桌椅还有实用床主了。凡是在现场消费满3万元以上，每日前20名可到服务台抽大奖，有42寸的彩色电视、亲近住宿免费券等奖项等您来。台东所在综合报道。